二十四颗巨星连续的第十九讲，也是今年度的第三场演讲，讲的是杜牧，但是在开讲。 之前，我要来讲一个字，就是“启事”的“事”这个字。什么叫做“事”呢？一点一横，这个就是古写的“上”，天上的“上”。有三撇。 这三撇呢，就是天上最大的启示，是来自于日月星。所以，日月交辉叫文啊，因此文化的文一点一横两撇叫文。那天上最亮的两样，一个是太阳。 一个月亮，所以合在一起叫明。明这个字是一个日，一个月，所以由于最大的启示是天上的日月星，日月交辉叫文。天上最大的日跟月合在一起叫明，所以人类最重要的是文明。 而文明最大的来源来自于天上日月星的启示。我们的先圣先贤在观察日月的时候，究竟得到什么样的大的启示呢？第一，发现地上的动物、植物只分雌跟雄。 雄性跟雌性怎么来的呢？发现啊，所有的生育是跟月亮有关，生长跟太阳有关，所以造了两个字：月云为玉，日月为苍。云就是说话。 月亮怎么说话，让万物生育？所以“生育”的“育”这个字是一个云，一个月。月亮说话是让万物生育。日曰为昌呢？“曰”是说话，太阳怎么说话呢？让万物昌盛。所以，凡是生育一定在暗处。所以，胎生的动物。 母亲怀孕，小孩子在肚子里把生命长完了之后，才能出来见太阳。啊，那所有卵生的动物呢，都要在那个蛋壳里。蛋黄就是地，蛋清就是天，天包的地。那一个受精卵让它产生小鸡、小鸭，产生蛇或者,或者鸟或者乌龟。因此呢。 生育一定在暗处，因为跟月亮有关。生长呢，蛋壳里的小鸡小鸭一旦出壳，就是要跟着太阳走。因此呢，跟月亮有关的叫生育，跟太阳有关的叫生长。所以，月云为玉，日约为昌，这是第一个启示。 第二个启示是，啊，我们的月亮明明比太阳要小得多，可是月亮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，太阳离地球一亿五千万公里，所以日面跟月面一样大小。所以第二个启示告诉我们，白天晚上要一样长短，平均起来一样长短。所以。 在外太空，太阳照的，啊，地球，地球是一半白一半黑，所以白天晚上一样长短，啊，然后一年二十四节气，啊，那么在地球绕太阳这个轨道也是阴阳要平衡，所以日面跟月面刚好大小差不多。 阴阳平衡才能产生生命，所以我们造字的时候，中国最重要的字笔画是一样。日跟月是笔，那火呢是炎上，水是润下，所以水跟火笔画是一样。然后大跟小，左跟右，上跟下。 笔画是一样。我们都是爹娘所生，爹娘那爹娘生出来的子女，不是男就是女，子女爹娘子女笔画都一样。人死后不是变鬼就是变神，所以神鬼笔画一样。不是君就是臣，君臣笔画是一样。生下来的婴儿会哭跟笑。 所以，哭跟笑笔画一样，或跟福，往跟来，前跟后，直跟曲，啊，都是笔画一样。全世界在文字上告诉我们，自然界最高的规律是阴阳平衡，只有中国字有这个本领。第三个启示。 是动跟静，因为白天太阳出来，万物是动，动有千千万万种，动物、植物的动都不一样。可是晚上大家都一样是睡觉，所以如果夜晚睡得好，白天动就变化无穷。所以静都一样，动千变万化。所以中国制造制的时候，左边不变，右边变。 右边不变，左边变；上面不变，下面变；下面不变，上面变；里边不变，外边变；外边不变，里边变。用那个不变的静来表现那个动。三点水、单人、双人都写在左边，跟水有关的字都写在左边三点水。然后那个水是不变，然后右边的江河湖海。 啊，我们的发音每个字的音，上面是声母，下面是韵母，上面不变，下面变。比如说 b p m f b a ba b a 杯 b a 包 b o 包 b 不变变下面，下面不变变上面，i a 呀 h a 哈 d a 搭下面不变变上,上,上,上面，这个就是自然界动静的原理。 白天为动，夜晚为静，用那个静表现那个动。第四个启示，啊，是老子说：“三十辐共一股，当其无，有居之用。”人类为什么会发明轮子？车轮，轮子中间有个轴，外面有个圈，有三十根辐条。 为什么最早的轮子是三十根辐条呢？因为月亮绕地球转一圈三十天左右，二十九天半，所以从初一到十五十五天，再从十五到初一又是十五天，所以最早的轮子啊是一个圆的，外面的圈跟里边的一个轴中间有三十根辐条。人类所发明的所有的机器。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圆，比如说表有齿轮，啊，我们的汽车、火车、发动机、飞机，所有的会动的东西都要有个轮，没有轮就没有机器。可是轮从哪里来？观察月亮，啊，所以最早的那轮是什么？循环法则。 循环法则才能永续，所以地球自转一圈，白天晚上循环；地球绕太阳转，春夏秋冬循环；月亮绕地球转，有盈亏的循环。只有循环才能永续，所以我们跟动物、跟植物呼出二氧化碳，植物给我们氧，这个循环。我们的血液在身体里循环，能够循环才能永续。因此。 我们发明了有形的循环叫轮子，但是还有一个精神上的循环叫伦理，所以车轮的轮跟伦理的伦都有一个轮啊。因此，父母跟子女的关系，我们变成五轮，就父母子女君跟臣，然后夫妻是平的，兄弟是斜的，朋友是斜的。 呃，这五个轮可以一直循环。所以一个人小孩子的时候是儿子，将来做父亲，啊，因此都要懂得伦理。伦理是大自然的循环法则，循环是圆的，就可以把有限的变成无限。所以这是第四个启示。第五个启示，地上的丛林是丛林法则。 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，众灵寡，强欺弱。所以老虎、狮子出来，比它小的动物都跑光，都被它吃。可是老虎能吃谁？吃多少呢？老虎是丛林法则，是小法则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动物的世界是什么？蜜蜂，一个蜂王是母性的。 几百个公蜂，啊，男的雄性的跟一个母蜂王交配，这个比例阴阳不调，啊，那么一个狮子出来，有好几个母狮子跟着他，老狮子老了被年轻的雄狮子挑战了，打败了，那几个母狮子都归新的君王。一个狗跟一个母狗交配，交配完了以后，公狗走了，母狗生育。 这几种都是阴阳不平衡的动物世界。可是我们人看到天上呢？天上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很多星星。太阳是所有万物的父亲，月亮是所有万物的母亲。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词叫“嫦娥奔月”。嫦娥怎么写呢？一个女，一个长，一个女，一个我，就是我是最长久的女人。 叫嫦娥，因此啊，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就等于天上的父母，很多的星辰就是父母生出来的儿女。因此，我们最后成立了家庭。所以我们从动物进入到人类，一个最重要的组织就是由啊雌雄交配的阴阳不调，最后变成阴阳调和的。 一个父亲，一个母亲，一群孩子。为什么古代的皇宫后宫这么乱？就是一个皇帝配几百几千个嫔妃，阴阳不调，当然就是乱。这是第五个启示。第六个启示是苏东坡说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 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啊，看月亮，月亮有月圆的时候，也有月缺的时候。啊，从初一的朔到十五的望，每天月亮都不一样。月圆的时候虽然圆，可是有有云雾的时候会遮住啊，有阴有晴啊。 有缺有圆，因此我们人生不能要求啊，什么事情都顺心。所以人有悲也有欢，有离也有和，就像月亮有阴晴圆缺。这就是我们在望月看太阳之后得到的启示。然后我们看月亮，又发现了。 初一的月亮是最小的月牙朔，十五呢是望，所以从初一到十五是一直加加加加加,加，加法。从十五的月圆以后呢，再到朔呢是减减减减减，所以人类最早学会了加法跟减法，是来自于看月亮的盈亏，盈亏。 所以我们在《易经》里有一个损益卦，这两个卦是一个卦体，倒过来，为什么呢？损里面要有益，益里面要有损，没有永远的月圆，也没有永远的月缺，啊！所以加法跟减法，损跟益的观念，而且损益要平衡，这是自然界的规律。所以对北半球夏至。 太阳直射在北回归线，夏至北半球白天长，夜晚短。但是呢，对南半球来讲，刚好是冬至。冬至是夜晚长，白天短。所以对地球来讲，夏至跟冬至是同一同一个存在，而夏至跟冬至阴阳平衡。北半球今天是立春，南半球是立秋。那立春跟立秋同时。 看起来不一样，可是对地球而言，立春、立秋同一天，同时存在，就是阴阳平衡。所以一，一方面告诉我们有加跟减，一方面告诉我们损里面有益，益里面有损。这是第六个启示。第七个启示是我们啊，地球绕太阳转，我们有二十四。 节气，节气是阳历，阳历跟植物的生长有关，啊，所以有二十四节气。那阴历呢？月亮有盈亏，所以初一的月亮叫朔，啊，十五叫望。所以阴历的节气节气是什么？一月一元旦，旧历年；三月三。 叫上巳日，五月五叫端午，七月七叫七夕，九月九叫重阳，一月十五啊中秋月圆叫元宵，八月十五中秋。所以一月一一定是朔，一月十五才叫望。所以月亮的每一个盈亏，我们都给它做纪念日。所以阴历跟月亮有关。那么白天要工作。 二十四节气跟植物的生长有关，没有太阳就没有万物，所以万物的生长跟太阳有关，所以跟地球绕太阳的轨道这个黄道面有关。可是我们人呢，还有个心灵。人自从站起来以后，看到日，看到月，启发了人的灵灵魂，所以人有一个魂是灵魂。那动物的魂有魂，可是没有灵。灵是什么？虚的。 所以我们人需要有一个虚的对应，就是用月亮。所以太阳跟生长有关，月亮跟心情有关。所以凡是有心情上的问题，都跟月亮讲话，不跟太阳讲话。因为月亮是所有万物的母亲。好，以上这是中国人在看太阳、月亮所得到的启示。还有一个启示。 什么时候讲？现在不讲，等到这场演讲完了，我做结论的时候再讲。那现在我开始讲，啊，杜牧，唐朝晚年有两大诗人，一个叫杜牧，一位叫李商隐。我们今天来谈杜牧呢，我定的题目叫“显赫杜家世，风雨唐江山”。他的家世太显赫，可是。 晚唐整个唐朝是风雨如晦，要亡了啊！然后呢，他想要他有志气抱负，想要力挽狂澜，可是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在中央做高官。所以我要借着唐朝的四个地图跟两个图表来开讲杜牧他的一生啊！各位看第一个地图。 这是初唐啊！初唐的时候，唐高祖李渊跟唐太宗打天下。你看这个地方是西突厥，这个地方东突厥，这个地方是吐蕃。唐朝的江山在这里。这是初唐，好跳跳。然后到了唐高宗的时候，啊，高宗就是唐太宗的儿子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东西突厥不见了，然后呢，这吐蕃还在，这个唐朝变这么大，东西突厥被谁打呢？ 被唐太宗啊初年是吧东西突厥打分裂了啊，后来有一部分就跑到今天的欧洲，就是土耳其啊跳，然后再看第三张地图，安史之乱之后就是唐玄宗，唐朝两个高峰，第一个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，第二个高峰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，开元将近三十年，贞观二十三年，但是呢，后来来个天宝安史之乱。 啊，安禄山、史思明造反，所以造反以后呢，你看突厥回来了，唐朝的半壁江山这样。那中国呢，北方这个地方是今天的蒙古，这个地方呢是今天的这个新疆，这个地方呢是今天的西藏，这三块进到中原要经过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青海跟甘肃，青海甘肃。所以如果今天的吐蕃。 跟回纥合作，把这一块切掉，这块切掉，也就是青海、甘肃这个战战区切掉，整个半壁江山就没有了，就变成唐朝就只剩这一块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块啊，现在你看回纥回来了，吐蕃回来，唐朝变这样。这个就是唐朝晚年李商隐跟杜牧所面对的唐朝啊。那么外患是吐蕃跟回纥。 内忧呢是安史之乱以后军阀割据啊不断，然后再加上太监当道，所以这个杜牧一直想要什么呢？他最重要的国家政策，他认为如果我当国家领导，我最重要第一个内除地方军头啊藩镇啊，要把节度使、地方节度使的这个势力压下去，让中央强。 第二个要对抗国外的吐蕃跟回纥的侵略，这是他最重要的大战略。可是他没有这个机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他的家世。他的晋朝的祖先叫杜预，啊，赫赫有名，大将军、镇南大将军、封侯的。可是杜家有个特色，官高而学问大，所以他是左转《左传》的集注。 春秋有三传，其中《左氏春秋》最有名，就左丘明的。那各家的籍注呢，他把它集合起来，所以这个叫杜预啊。这是晋朝的杜牧的祖先，在唐朝呢，他的祖父叫杜佑，杜佑做了三个皇帝德宗、顺宗、宪宗的宰相。那他的堂兄呢？这个堂“堂”写错了啊，堂兄。那么 叫杜崇，那杜崇呢做了两个皇帝的宰相，所以一个是祖父杜佑，一个是堂兄杜崇，做了五个皇帝的宰相，他家有多显赫，而且呢啊，杜佑又是大学问家，有一个通典是他。什么叫通典？就是自古以来一个国家的典章制度，通就是从古到今的典章制度。 一个国家建设，那这本书是他的祖父杜佑编的啊。你看，他家是有文有武。好，现在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杜牧一生所做的官位。他曾经跟过一个沈传师，也叫沈述师啊。那么是江西，在江西做官，南昌也叫洪州这个地方做官。 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沈传师有一个爱妾叫张好好，啊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跟着牛僧孺在淮淮南节度使，啊，那么这个牛僧孺提拔他呢做书记，那在什么淮南节度使在哪里做官呢？他在扬州做官，中国风景最美的地方扬州做官，啊，那因此他在扬州呢，十年一叫扬州梦，赢得青楼。 薄姓名就跟这一段时间有关，然后呢，又从啊扬州做官调到河南洛阳做御史大夫，所以在御史大夫这个河南洛阳啊，他写写了《金谷园》，然后啊遇到了很多事情。接着我们看他做地方官，做了四个地方官，第一个叫黄州啊，就是苏东坡第一次被贬，贬到湖北黄州。 因此，他在黄州啊，那么这一段时间，所以他写了黄州的风景啊美。那么黄州在湖北，第二个呢是池州在安徽贵池这个地方，清明时节雨纷纷就在池州安徽这个地方啊。后来到睦州跟湖州这两个在浙江啊，睦州在今天哪里呢？浙江风景最美的地方。 富春江、桐庐江这个地方，木州、湖州呢，就是今天的浙江吴兴这个地方，啊，所以他做了四个刺史，地方首长，一个是湖北黄州，一个是啊安徽池州，啊，然后木州跟湖州呢是浙江，啊，所以他在中国他的诗里面表现中国的江南味道最多，写的最好。 中国写江南写的最好，杜牧。那杜牧的诗两个特质：第一，绝句多，律诗少；第二，喜欢用大量的数字。啊，那他的数字不像古诗，古代的诗数字数字,数字要对仗，律诗的中间四句，比如“三山半落青天外”对“二水中分白鹭洲”，两个黄“黄鹂鸣翠柳”对一“一行白鹭”。 上青天，数字对数字，他不对，哎，但是他又非常的自然，所以他的诗里面数字特别啊多，而且写的好。那么最后呢，才到了中央叫中书舍人，他只活了五十岁，五十岁，他长得漂亮俊美，音乐、歌舞、书法啊、诗词样样都好。 但是呢，在朝廷没有机会做高官，想要改善政治，晚唐的政治没有机会，所以就逼着他到最后呢，变成了落魄江湖，啊，因此就就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发生。那么我们今天讲他呢，啊，遵循着所谓“显赫杜家祠，风雨唐江山”，啊，力挽恨无畏。 啊，江湖任伯信这个脉络讲下来，好，我们开始。第一个江南春的绝句，写江南，一首诗出来，整个江南的味道就出来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。 风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数字出来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关键在最后一句，江南是什么味道呢？千里莺啼，走到哪里，江南大地，千里江山，到处都是绿映红，绿是叶子。 红代表花，花难道只有红色吗？不是，因为最鲜艳的颜色是红，所以用红来代表。代所有的花，所以走到江南千里，到处都是绿叶，到处都是花朵，然后到处都听到黄莺的叫，啊，太美了，所以叫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。 山郭酒旗风，七个字啊，是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，啊，到处江南到处水村，啊，就像意大利的威尼斯，到处都是水村，到处都是山郭。 锅是什么？城山城就是有山，那城都靠着山，所以叫青山锅外峡嘛。到处水村，到处都是山，到处都是城锅，然后呢，到处都是酒家。那酒家插个旗子叫酒旗风，酒旗在风中招客啊。所以你看这两句：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。 九奇峰，这个呢是啊客观的江南风景。下面人文的批评出来了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它是唐朝。那南朝是什么时候？唐朝的前面汉，中间有个魏晋南北朝。汉朝四百年，而魏晋南北朝也差不多四百年。 汉朝是统一的江山，魏晋南北朝是分裂的江山，所以分裂了四百年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？就是魏，就是汉朝末期有个黄巾贼之乱，然后有十八家诸侯讨董卓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算，啊，一直，啊，十八家都中讨董卓，然后呢，三分天下归一统，魏蜀吴，最后呢是魏，然后变晋，然后北。 南北朝就是南朝跟北朝，南朝叫宋齐梁陈，啊，所以宋齐梁陈加上汉朝末年的东吴，加上东晋，东吴东晋加上宋齐梁陈，这六朝都在南京建都，因此呢，我们叫啊六朝金粉。那么这个南朝是。 南朝的皇帝都多半信佛，其中有一个最虔诚信佛的，就是宋齐梁陈的梁武帝。梁武帝活了八十六岁，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，是所有南朝皇帝做的最久。这个人书法好，一流书法家，啊，诗词好，文章好，学问好，但是就是治国出问题，太相信佛。 三次出家，啊，人家大臣说：“你做皇帝怎么可以出家呢？你们不让我出家，捐钱呢、啊？叫大臣捐了钱又干嘛呢？盖佛庙，盖寺庙。”啊，结果有一个印度的和尚王子来了，叫达摩。达摩来以后，梁武帝见到他说：“我盖这么多寺庙，养这么多和尚，有功德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做皇帝。” 只要治理的好，天下人人人有饭吃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功德。干嘛要出家，然后让官员捐钱去盖佛庙、盖寺庙、养和尚？这个不叫功德。因此，两个人谈话不投机，所以达摩就到北方去了，到今天的嵩山呢，河南嵩山少林寺呢，面壁修禅了。那这个梁武帝呢，最后一生信佛。 慈悲为怀，一天吃一餐，但是到最后侯景之乱，让他饿死了。啊，这就梁武帝。所以这里说南朝四百八十寺，我们的唐朝前面魏晋南北朝，那盖了那么多的寺庙，现在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这个就是一个画面。什么画面？就是真的有效吗？社会会稳定吗？ 因此，浪费了这么多钱财，盖了这么多的寺庙，到最后呢，整个风雨江山都在烟雨之中。这用这个画面来象征晚唐的一种气势的衰微。好，跳。我们看齐安郡后池绝句。齐安郡，唐朝所有的州啊，比如刚讲黄州。 苏东坡三次被贬，一个黄州，一个惠州，一个儋州，都叫州。在唐朝、宋朝时候，凡是州都有个郡名，就是州跟郡是不分的。所以黄州的郡名就叫慈安郡，就是黄州。黄州呢，它的后池塘这个这个城，黄州城这个后池塘呢，啊。 他说：“临透浮萍，绿锦池；夏阴千转，弄蔷薇。近日无人看微雨，鸳鸯相对欲红衣。”这个黄州城后边是什么画面呢？他有一天出来散步。 散步的时候，一个人散步，没有人呢，因为今天下雨。他说：“灵透浮萍，绿锦池。一个池塘为什么会是绿景呢？因为浮萍啊是绿的，整个湖面呢，整个一个池塘里面都是浮萍，所以浮萍呢是绿的，所以叫像锦缎一样，叫绿锦池。可是从绿锦池里边有菱角出来，菱角开花。” 冒出来了，所以叫做菱透浮萍，菱透浮萍绿锦池，啊，上面是菱角花，下面是绿锦池浮萍，然后呢，这是水塘呢，水塘的旁边是陆地呢，那陆地上什么是什么画面呢？夏阴千转弄蔷薇，表示现在是夏天，夏天啊，池塘的旁边到处都是玫。瑰。 都是蔷薇，蔷薇花呢，啊，是是鲜颜色鲜艳的花，啊，红色各种色，但是呢有夏音，音是什么呢？黄莺，夏天的黄莺千转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黄莺叫声好听极了，就在蔷薇的啊这个这个树丛里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，叫声好极了，叫夏莺千转。 弄蔷薇，临透浮萍绿锦池呢，是静静的画面；而夏音千转弄蔷薇呢，是动的画面。下面他写他说：“近日无人看微雨”，用个“近日”，整天就我一个人，没有人在这个在这个齐安郡的后边的池塘，啊，微雨有什么好看？ 只有悠闲的人才会去看微雨，啊，正因为他是个悠闲的人，后边的池塘这么美，林透浮萍绿锦池，夏阴千转弄蔷薇，这么美的画面没有人看，就是他一个人看，近日无人看微雨，看天上的细雨，啊，所以这样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啊。 说：“近日无人看微雨，鸳鸯相对浴红衣。这个鸳鸯是在哪里？就在这个绿景池啊。什么叫鸳鸯呢？你看，鸳跟鸯下面是个鸟。如果鸳这个字上面加个宝盖，就是碗。如果这个鸯，所以什么叫做鸳鸯呢？赵之时候已经告诉你，碗在水中央的鸟就叫鸳鸯。所以鸳鸯喜欢戏水。” 而且双出配对双出，啊，因此呢，鸳鸯让人觉得颜色又漂亮，又是双对双出，就让人觉得夫妻一样，所以叫好夫妻叫鸳鸯配，鸳鸯相对浴红衣，浴红衣是什么？在水池里洗澡，你帮我啊擦擦身体，我帮你点一点，弄一弄，展展翅膀，亲密的不得了。你看鸳鸯相对浴红衣。 本来頭“临透浮萍绿锦池是”是静态，“夏荫千转弄蔷薇”是动态，一个是湖面，一个是池塘，一个是陆地。但是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他。近日无人看微雨，他看得有滋有味，连细雨也看得有滋有味。啊，因此呢，看到鸳鸯相对玉红衣，鸳鸯互相为对方啊那个。 这个翅膀抖一抖，弄一弄干净。你看，卿卿我我那个画面出来，多美啊！这就是江南的味道。跳，然后《山行》啊，这首诗呢，是他有一次到山上去，秋天登山。呃、啊，秋天登山呢，本来是要到山的顶端，驾了一个马车。 大概大约是一个单独他一个人驾了马车到山顶上，可是没有想到走到一半呢，走经过一个山中间的枫林。哎呀，满山的枫树实在太美了，美得让人醉了。走在这个枫林的树底下呢，过不去了。为什么？那个红，那个那种红，红的让人会醉。因此，他就坐在风铃下面。 本来要登山呢、啊，没有力气登山了，就坐在那里看着那个山，用眼睛去登山。眼睛登山呢，写了这首诗，写的真好，《绝句》啊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 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现在是秋天，所以叫寒山。山上开的是什么？枫叶，枫已经从绿叶转红叶了，就是秋天了。可是呢，这个霜叶的红呢，比二月的花还要鲜艳。因此，它是什么呢？过不了了，就本来要爬山到山顶。 现在坐一个人坐的马车经过山中间一个枫叶林呢，太那个那个红红的让他醉了，没有力气上山了。最后坐在那里用眼睛爬山，可眼睛爬山的效果是什么？说远上寒山石径斜，薄云深处有人家。啊，远上寒山是用眼睛。 循着石径斜斜斜的石路，用眼睛爬山，循着啊循着那个石头的路在山上盘旋啊，所以叫远上寒山。为什么叫寒山？秋天，因为枫叶已经变红了。秋天寒山说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，是眼睛循着石径弯弯曲曲的斜，然后远上寒山，就是。 坐在那里看山，然后看了以后呢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山上呢有白云在飘，有白云遮住的时候看不到有人家，可是因为坐了很久以后呢，白云慢慢散了，所以白云升起来以后呢，白云变高了，升起来以后，山可以看到人家，有人家露出来。从白云升起来以后，白云啊、呃、往上升。 白云遮住了人家，白云升起来以后看到人家，所以叫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。啊，这个“深”呢，有的版本把它写“深浅”的“深”，不如这个“深”，因为这个“深”是活的。啊，就是白云升起来以后呢，会看到白云遮住的人家，这就表示他用眼睛去爬山，所以叫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。停车不要跳啊！停车做爱。 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那他在山下面，他用眼睛去爬山。那他为什么不不走了呢？本来不是要爬山吗？叫山行吗？那为什么走到一半就因为经过枫林，因此叫停车，把车子停下来，坐爱枫林晚，就是越坐越喜欢，越坐越喜欢。为什么？枫叶已经是红的。 可是夕阳西下以后，那个红的颜色越来越绚烂，越来越绚烂，几乎要让人醉倒，所以叫停车坐爱枫林晚。哎，这个这个枫林晚，这个晚、这个、呢，就表示从黄昏慢慢变成啊，就是夕阳以后变黄昏，然后慢慢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，那个枫叶就越来越颜色越越浓。 让人醉了，所以叫停车坐爱枫林晚。霜叶啊，霜叶就是枫叶经过霜，枫叶经过霜。我们秋天叫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，有个霜降，因此叫霜叶红于二月花。经过霜降打过的枫叶，比二月的花还要更红。你看这首诗写的多么可爱，就写枫叶写的真好。 啊，跳！江父无心登乐游原，啊，江父就是马上要到哪里呢？浙江的吴兴，古代的湖州。我们刚刚讲说，他做了四个地方官，啊，第一个是黄州，湖北黄州，啊，那第二个呢，池州，安徽的池州，啊，那第三个呢，啊，睦州。 浙江的莫州就是今天的浙江的啊最美的地方，桐庐江、富春江，啊很多隐士在那个地方。我们有个《富春山居图》了，啊，然后隐居在那有个高明的隐士，就西汉到东汉中间有一个啊东汉光武帝去拜访一个严子陵，隐居在富春江，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吴兴，吴兴就是今天的湖州。 啊，古代的湖州，所以江复无心登乐游原。晚唐的杜牧跟李商隐这两大诗人，都喜欢登乐游原。李商隐说：“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”这个古原就是乐游原。啊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 那这首诗呢，叫《江负无心登乐游原》呢，写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从中央调到地方做官，到浙江的吴兴，啊，湖州。他说：“青史有味是无能，闲爱孤云，静爱僧。欲把一挥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朝陵。”关键在乐游原上。 望昭陵，就像刚刚的那一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关键在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青史有味，诗无能。这个是倒过来写。什么叫倒过来写？现在是唐朝的晚年，怎么会是青史？青史就是太平，太平的时代是所有的皇帝昏庸，就是。 明明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，内忧外患的时代，啊，内忧是地方藩镇割据，啊，太监当道，官员贪污腐化，而外患吐蕃跟回纥不断的乱，这怎么是一个清时呢？倒过来写，皇帝以为是清时，金时就是太平盛世。 今时有味事无能；而我有知有味，其实是因为我没什么能力，所以被调到地方，啊，不能留在中央了。因为闲爱孤云，静爱生，我的有味表现在哪里呢？没事的时候看看孤云，啊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就是闲爱孤云，静爱生，想要安静的时候。 去拜访一些老和尚，聊一聊佛法，说敬爱生，所以贤爱孤云，敬爱生勇，两个爱，其实是在说明国家乱如麻，世局乱如麻，可是皇帝却觉得是一个太平盛世。我想要为国做事情，没办法做，只能做个闲人。 啊，只能做一个有味、有滋、有味的人，所以叫闲爱孤云静爱僧。欲把一挥江海去。古代高官呢，因为他调的是湖州的刺史了，刺史是地方最高的首长了，因此呢，有一个指挥啊的旗帜，那个旗帜就叫徽。欲把一挥江海去，就是啊，拿着我的旗帜。 去江海，因为湖州、浙江呢，吴兴呢靠海了，所以欲把一回江海去。在临走之前呢，到乐游原上啊，望望昭陵。昭陵是谁的坟呢？唐太宗。为什么在乐游原上望昭陵呢？因为昭陵是唐太宗，唐太宗是唐朝最盛的时候——贞观之治，而现在是晚唐，所以在。 乐游原，乐游原是唐朝的风景，就是长安旁边的风景区。在乐游原上可以看到整个长安。可是他不看长安，看的是昭陵。昭陵是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，死掉了。这表示什么？心里面充满了对国家的无可奈何。因此呢，李商隐晚唐的李商隐。 觉得他所写的，啊，这种伤春是常常是刻意的，所以刻意伤春复伤别，所以离开京师叫别，春天啊所写的那种浪漫其实是伤春伤别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清明啊这首清明时节大家都会念。 也都背过，啊，清明节呢是二十四节气有一个清明节，记住，清明节前一天叫寒食节，啊，中国大江南北到了这一天都记住，可是他是被调到什么呢？调到安徽，我们讲过他在这个池州，就是安徽的贵池这个州，做地方的刺史。 啊，做池州刺史，那这个地方呢，产酒有一个杏花村，有名的产酒的地方。可是因为他是京兆人，就是长安人。那因为他是长安人，所以祖坟不在不在安徽啊，祖坟是在啊是在长安呢、啊。可是他被调到地方来，而做了安徽的刺史。 因此呢，清明节没有祖坟可以扫，就看到很多人扫祖坟，写了这首有名的诗。有关清明节的诗、祭祖的诗，我们中国有很多有名的诗，大家一定知道有一个大诗人叫黄庭坚，宋朝的书法家，啊，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。啊，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 雷惊天地龙蛇直，雨足郊原草木柔。人起觊于交妾,妾妇，是干粉死不公侯。闲于千载知谁是？啊，满眼蓬蒿共一秋。写的很有一种佛家的禅意。黄庭坚，那还有一个叫高菊清的人写的清明也写得很好。 所以，我们现在来看这首杜牧的《清明节》，他说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为什么断魂呢？如果是祭祖坟，啊，跟新坟，我们中国，啊，叫做，啊，这个人死了以后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孔子讲。 慎终是什么？人死的这一刻，埋葬、祭礼要很庄重，叫慎终。追远呢？祖先死了很久，纪念祖父、曾祖父，这个叫追远。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裔。因此他说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。”今天我被调到了安徽的贵池，我的祖坟不在这里，在长安陕西。 啊，那现在下雨，清明时节我出来散步呢，到处都下雨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路上看到有很多人祭祖上山，啊，有的人是亲人刚刚死掉，因此呢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大家都是很难过，啊，很痛苦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可是我没有祖坟上，那今天怎么办呢？ 我看到人家难过，心里难过，想喝一点酒，说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，那一定是问问谁呢？不讲，可是呢，下面的回答就知道是问牧童。哎，牧童呢，啊，就知道哪个地方有酒家。那贵州这个这个安徽贵池这个地方呢，有个杏花村，这是产产酒有名的地方。因此呢，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，牧童遥指。 杏花村，说那边那边那个村，啊，那那个村呢有杏花，所以叫杏花村。所以你们看“村”这个字，把它拆开来，左边一个木，右边一个寸，寸就是手，手指的那个木就叫村。说如果那个村是杏花村，啊，就是村头有杏花；那如果那个村叫桃花村，就是村头有桃花。那这个就叫。 村，所以“村”这个字把它拆开来，中间加一些字叫“树”，所以树木的“树”就是“村”拆开来中间加了字，啊，一个土一个豆，土是什么？地，在这个地上，这个村会有树，啊，如果是杏花就叫杏花村，桃花就叫桃花村，一定有树，村头。 那那个斗是什么？就是在通常一个村庄要有一些祭礼、有些重大的庆典都在村头那个空旷的地方，所以下面一个斗，斗就是礼器的意思。好，跳。那么他在江南偶尔呢也会住在旅馆里，一个人住在旅馆里，心情苦闷寂寞，就写了这首诗，叫《旅宿》啊。 他很少写律诗，可是这首律诗写的很好。旅馆无凉伴，迷情自悄然。我一个人住在旅馆里，没有同伴。这里的凉伴不一定是指的女人呢，也不一定是指的妻子。有时候是朋友，也可以叫凉伴，好的伴侣啊。所以他孤寂嘛，说旅馆无凉伴，我一个人在旅馆里，没有朋友。 没有亲人在，啊，泥情自悄然。泥情是什么？泥泥就是心情不开朗，泥情就是情感不开朗，凝聚啊。所以就像冬天结冰，所以那个泥有一个两点，就是结冰的意思，所以不开朗的意思，不开朗的心情呢，自悄然。所以也没有朋友，也没有讲话的对象，所以安安静静一个人在旅馆里安安静静。 离情自悄然。下面啊，律师中间要对账，寒灯思旧事，断雁锦绸眠。寒灯对断雁，思旧事对锦绸眠。那一个孤灯，寒灯就表示啊，现在的啊，现在不是春天、夏天啊，应该是秋冬的时候。 所以呢是比较寒灯，就是孤灯加上寒冷，啊，思旧事，我一个人点了一个灯，在想念旧事，过去的事情叫思旧事。其中有一个旧事呢，就是想念家，说断雁锦愁眠。可是想到很晚呢，都没有睡觉，忽然有个孤雁飞过去叫了一声，一个孤雁飞了过去叫了一声，叫断雁锦愁眠，警告我。 提醒我赶快睡觉啊！不要再发愁了，要赶快睡觉。因此不要再发愁，所以施救事才会让他愁眠。但是呢，断燕一个孤雁叫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不要。”孤雁的声音提醒他，天不早了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赶快睡，要不然明天要办事没有精神。所以寒灯思救事，断宴，紧愁眠。 下面说：“远梦归清晓，家书到隔年。”远梦归清晓，就是我终于睡了。睡了以后呢，做了一个梦，回到家乡。回到家乡呢，叫远梦归清晓。回来从梦中回来以后，天已经快亮。清晓就是天快亮，啊，晓就是天亮了。那清呢，就是太阳快要出地平线。 那太阳进到一个黑暗里，就叫侵侵，就是侵略，就是太阳快要出来了，黑暗要消失了，所以叫侵晓。远梦归侵晓，我在梦中回到家乡，所以叫远梦归。从梦中回来以后，天已经快亮。家书到隔年，所以旧事点出来，他在等家书。可是家书什么时候到呢？家书到的时候已经是隔年了，啊，现在等不起了。 所以一定是秋冬了，所以才叫寒灯。啊，沧江好烟月，门系钓鱼船。这里让人想到，杜甫在四川成都有一个草堂，因为战争，所以他离开了草堂。当他回来之后，进到屋子里，写了很有名的一首诗，叫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薄鹭上”。 青天，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啊，这里也有个船，跟这个船跟那个船不一样。啊，杜甫那个船是门泊东吴，东吴就是浙江啊、江苏这一带啊。啊，长江通了，安史之乱平了，所以即使是长江下游的船，都可以停泊在四川。 成都这个地方，要表示战争结束的意思。这里呢，昌江好烟月。天亮以后呢，推门出去，旅馆的前面就是一条江，昌江就是苍茫的江，很大一条江。好烟月啊！忽然呢，起雾了，江面起雾了，有烟就起雾了。一个月亮，一轮明月，可是在雾中的一轮明月，真美啊！ 这昌江好烟月”，用个“好”就是很美的意思，啊。门系钓鱼船，那么这个旅馆的前面有一条江，江，啊，那旅馆门前的江呢，上面有一个钓鱼的船，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打鱼的人家，是钓鱼，特别有一种闲淡之情，啊。所以一方面是昌江好烟月，然后又有一个门泊。 啊，门系钓鱼船，系着钓鱼，所以从旅馆里出来就可以去江上钓鱼，有一种悠闲自在，可以解脱在旅馆里的寂寞，因此叫“沧江好烟月，门系钓鱼船”。那他在等什么？等家信，所以叫“家书到隔年”。一个人在秋冬之际住在旅馆里，思念家人写的这首诗啊、哦，好跳。